空气发到里面，都没关系，然后它吃起来会很酥很脆，每个瓜咧像饼干一样。没有说一定拉几次，看糖凝固的程度来决定。有小朋友，你们到了五年级都有机会在课本上学到，因为糖葱是我们台湾特有的，那他目前会做的师傅正在你做那个。快，吃当地的。对，把地当地的。来吃这个石头，来加油。做的跟人家比较不一样，人家做的是黑糖，因为从来没有人用黑糖做过，那只有在我们家才用黑糖来做。那它现在还很软，那我们就要让它冷，本来它自然会变酥变脆。